经八年春，宋公魏侯欲于垂。三月，郑伯使晚来归崩。庚寅，我入崩。夏六月己亥，蔡侯考府卒。辛亥，肃南卒。秋七月庚午，宋公齐侯魏侯盟于瓦屋。八月，葬蔡宣公。九月辛卯，公及举人盟于弗来。明冬十又二月，无亥卒。传八年春，齐侯将平宋魏，有会期，宋公以璧请于魏，请先相见，魏侯许之，故欲于犬丘。郑伯请示泰山之祀而祀周公，以泰山之崩亦许田。三月，郑伯使晚来归崩，不祀泰山也。夏，国公季府使作卿事于周。四月甲辰，郑公子乎如臣逆复归。辛亥，以归事归。甲寅，入于郑。臣真子送女，先配而后祖。真子曰：“是不为夫妇，污其足矣，非礼也，何以能御？”其人卒平宋魏于郑。秋，会于温，盟于瓦屋，以示东门之意，礼也。八月丙戌，郑伯以其人朝王，礼也。公及举人盟于弗来，以成季号也。冬，齐侯使来告成三国。公使重重对曰：“君是三国之徒，以究其民，君之惠也。寡君闻命矣，敢不承受君之明德？”无亥卒，于府请示与卒。公问卒于重重，重重对曰：“天子见德，因生以赐姓。坐之土而命之士，诸侯以自为士，因以为族。官有士公，则有官族，亦亦如之。公命以自为展士。”